8月12号，2014年清明学子长城跑或宣传大型徒步活动，迁西到山海关分队，途经我县九门口长城景区，徒步考察长城的同时，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。据了解，此次活动是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，为纪念邓小平、习仲勋“爱我中华，修我长城”题词3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。我认为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，对保护长城具有积极的影响。